现在人怎么都还长不高，是不是又没希望了？我们告诉您啊，哎呦，还很有希望哎！有人呢、从179长到186，现在已经到194公分，而且还在长高哎！只要他坚持，就能有完美的身高比例，还附上其他个案前后比对的照片。医学上面的研究可以显示，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长高10公分。